第一个一样臀很稳，对过来你的脚，最好不要超过臀很稳。好，一样手，这个轻轻扶住之后，那第一点非常好找，就是我们皮带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胯骨，那你这样插过来，这里拇指啊，稍微往下，哦，往下，然后往内侧顶，那这样一顶，哎，一顶到骨头，这个骨头就是第一点了，这一点。好，那手就靠过来，一样身体。很多人故意把后脚翘高，这个是错了，它还是有一个支撑，只是说我们把它身体靠过来。但这里哈，如果你不够身体不够长，我建议你就叫患者靠过来。这样靠是不是更轻松了？好，所以可以把它移过来，然后你再做好一样的这样做法。那因为你靠过去，它这样再下来的时候，自然就在骨旁。你没有靠过去，一定越揉下面越离骨旁越远啊。所以重点应该是在这一个，对，靠过去。那这个只是扶着，好，那沿着这样，那手一定是往外拨。老师，你的左腿是靠住床的吗？对啊，因为它太过去了，我只好这样。如果再过来一点，好，你们再看看。哎，我的手，哎，所以也不在靠与不靠，而是我要身体靠过去。哎，如果它离我太远，我自然就会碰到。它碰与不碰不是重点。你们注意哈，只要有这个腰一这一变形，整个力量就施不出来，它是整个传达的，好，一定是这样，它是拱起来，舒缓好像很多人做不出来。第一个它一定是这样，然后它是直线下去，记得这个要点。然后第二个手不要离开，它就是这样过来，然后直线压下去，然后直线压下去，直线压下去。所以如果我动作是这样，我不是旋转，我把它拉过来，这个手拨过来，然后直线压过去，然后这个，所以连续动作感觉我好像在旋转，也其实不是，就是拨过来直线下去，拨过来直线下去，这样反复。